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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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放掌。好，今日系星期日，我哋今日咧系讲得轻松啲，因为经过喺香港咧，大家嘅工作比较压力，生活得好紧张，咁啊而家嚟听经咧，将万缘放下，轻松啲，所以今日讲咧。是我哋仍然要講四五品嘅，但係咧，我哋講得慢啲，希望大家都能夠吸收到其中嘅義理。好，我哋莊嚴淨土分第十，繼續。佛告須菩提：於意雲何？如來昔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否？佛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臨結嘅時候，有一尊佛叫做燃燈佛，亦都叫做光明滿光明佛。燃燈佛即係光明，好光明嘅。喺嗰陣時咧，有一個菩薩叫做如同菩薩，佢修菩薩道嘅。咁呢個如同菩薩咧，我上次冇講過如同菩薩嘅故事啦，就係買咗五朵蓮花去供養燃燈佛，因為冇蓮花賣，同個蓮花女要買。呢個蓮花女見到呢個如同菩薩咧，長相非常之威猛，高大威猛，英俊莊嚴，所以咧就中意。喺就咁一眼之緣啫，就喜歡咗呢個如同叫如同菩薩，就話我賣俾你都得，我留翻兩三朵我自己供佛，其他嗰五朵我賣俾你，但係你要答應我，而要生生世世要娶我為妻。咁呢個如同菩薩好啦，唉冇法子，我要揾蓮花，咁啊答應咗佢，就以呢啲蓮花嚟供佛。見到燃燈佛嘅時候，就將呢啲花供好誠心咁。供俾呢個燃燈佛，呢個如同菩薩嘅頭髮好長嘅。燃燈佛行過嘅地方有個濕嘅一個水潭喺度，佢用啲頭髮鋪落個地度，讓佛陀以最尊敬嘅心嚟讓佛陀行過佢啲頭髮，佢鋪地散發，以讓燃燈佛行過。燃燈佛見到佢之後咧，就為佢摩頂受記。佢點講咧？如於來世必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所以如同菩薩咧，後來咧經過好多世之後咧，就修行就係釋迦牟尼佛啦。呢個叫如同菩薩。咁當時佢為佢受記嘅時候咧，就當然受記仲有講好多佛法啦，同佢講佛法啊，同佢當時同佢佛法咁講佛法，咁昔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否？咁呢個釋迦牟尼佛就問啦：當時呢位如同菩薩喺燃燈佛嘅時候，得到燃燈佛授記教佢佛法，咁佢對於呢啲佛法，佢有冇所得啊？佢有冇得到燃燈佛授記佢嘅佛法啊？有冇接受到呢啲佛法啊？咁解，大家明白啦。咁啊，講多句啦。後來呢個蓮花女咧，最到釋迦牟尼佛最後嗰一世咧，就係佢個太太，叫做耶輸陀羅，生生世世咧都要。都有夫妻關係，所以一切嘅夫妻唔係梗有原因嘅，梗有原因而成為夫妻嘅，唔係報恩就報怨，唔係償債就還債，邊樣嘢啊？你梗係想人報恩啦，你梗係想人還債還俾你啦，但係未必嘅喎，呢樣嘢唔知嘅喎，你自己諗下啦。債有好多種嘅，有感基本上有感情嘅債同埋錢財嘅債，唔知邊樣。兩樣都咁結噶啦，睇下結成點嘅啫。好啦，原來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否？須菩提言：於意雲何？菩薩莊嚴佛土否？即係話於法有所得否？咁當然答咧，就佢好精啊！佢話於法實無所得，梗係無所得啦。佢點會執著有法啦？
執着有佛法，就是執着有我人眾生受者，執着有法相，執着有非法相，不會執着有佛法。所以有人問，有人很喜歡強詞奪理的，怎樣啊？他說你的佛教徒教人家放下，不要執着，你就一樣執着佛法。有些人這樣的，那你說不是啊，連佛法都要捨棄，法相應捨，何況非法。當你由尖沙咀過海過到中環的時候，你上岸你要離開隻船的啦，你還不捨得隻船啊？船就是佛法，你要拋棄拋捨棄隻船，你才上得岸。所以你話我哋話執著佛法咧，你完全唔懂佛法，你完全係錯誤嘅。不過你唔識冇得講啦。你如果你認為你唔需要同佢解釋，都費事講啦，費事怒氣，費事傷氣，因為佢唔明白。須菩提，於雲何菩薩莊嚴佛土否？佛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咁你睇到呢度，你覺得好奇怪。菩薩就莊嚴佛土。莊嚴佛土呢又不是莊嚴佛土，究竟是莊嚴還是不莊嚴啊？你會這樣想的嘛，因為你會覺得很矛盾的嘛，為什麼一部《金剛經》裡面又說莊嚴又不莊嚴啊？你必須要知道《金剛經》的思考方法。如果有機會呢，下面還有好幾個 slides 呢，我要重複《金剛經》整套《金剛經》的思考方式是怎樣的，你要搞清楚整個《金剛經》的思考方式呢，就是以遮傳和表傳去表達它的道理的。遮傳是以無嘢，以無嚟不唔好啊，你唔好做呢樣啊，呢樣嘢唔係咁噶。以無嚟講 ，by negation。另外一個就唔係以 affirmation， 以係咁，你應該咁做啊。兩樣嘢嚟話俾你聽。以無嚟講嗰個 part 咧就比較多嘅。四相否定咪無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咪無咯。不住色聲香味觸法，不住色、不住聲、不住香、不住味、不住觸、不住法，連心經都係講無嘅，四相否定嘅。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亦無所得故，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全部係無。呢個無咧係佢嘅思考嘅方式。以前嗰啲哲學家咧係用話俾你聽，你唔好咁做，你唔好咁諗。他不是告訴你你應該這樣想，因為應該這樣想的時候可能是已經是自己的意見在這裡了，先不給自己的意見下去，先認為你應不應該不要一味這樣想法，你轉一轉彎想，你不要認為你的我見我是這樣我這樣，你不要這樣想才行，當你不要這樣想的時候，你就要放下你的我見，放下你的我見你更加清晰。當你吵架的時候，你冷靜下來先，鬆一鬆先，你唔好咁諗先，咁你就會冷靜咗，你就冷靜咗先係話俾你聽點諗。咁所以咧，你嘅思考方式必須要知道。咁呢度點解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啊？佢嘅思考方式呢、這個就係叫做即非是名嘅辯詞啦。有四相否定同埋即非辯，即非是名，梗有即非，另外有是名噶，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叫做即非是名四個字，他的思考方式是即非是名。即非是名即是什麼呢？講了個正題給你聽，馬上告訴你這個正題的反面叫做反題，即是說你這樣是不對的，你說了這件事給你聽，大家都是這樣看的，但是你需要知道這樣看是不對的，必須要離開這個看法才是對的。即是說有個正題給你，然後呢有個反題給你，然後再有個綜合題給你。正題即是什麼意思？提出這個問題，提出這個問題就指出這個問題的錯誤，叫反題。 That means there's a problem here.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你即非就 identify 個 problem， Then you introduce a solution， 就講回個正題了，是這樣的。那這裡是怎樣呢？怎樣莊嚴佛土者，菩薩如果修六道萬行咧，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咧，佢有好多功德噶嘛。佢個功德能夠令到喺欲界修六道萬行，就要莊嚴欲界嘅六，莊嚴呢個欲界，令到呢個欲界莊嚴。點解啊？如果菩薩去布施，
大家嚟到佛堂布施，係咪莊嚴呢個佛堂啊？我布施呢朵花，我布施果，我布施呢個道場，我鋪曬呢個道場用木板地，我捐錢，我捐兩眼燈，我捐嗰張台，我捐凳，全部係莊嚴。你喺屋企就莊嚴你自己屋企嘅家居，你莊嚴屋企嘅家居係為你自己個人嘅享受，你莊嚴佛堂咧係你為咗讓大眾去享受。為了讓大眾能夠更加追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為要廣度一切眾生，廣結善緣，所以在佛堂裏面做功德是廣結善緣的，不是為自己的，是布施的，布施是能夠莊嚴一切的。如是者忍辱，忍辱是莊嚴什麼？忍辱是莊嚴人的 美德。人忍辱，人不忍辱的，你打我，我打你，你罵我，我罵你，會不會莊嚴？你看人打架很莊嚴嗎？鬧交好莊嚴啊！打交、鬧交、吵鬧，一啲莊嚴感都冇，唯有忍辱先有莊嚴感。人係咁嘅喎，忍咩啊？唔啱咪打咯，唔啱咪鬧咯。佢唔知咩叫莊嚴啊嘛。咁所以莊嚴佛土者嗱，呢啲咁嘅莊嚴咧，佢又話即非莊嚴喎。莊嚴係指個相狀嘅莊嚴，外表嘅因緣所生法嘅莊嚴。即非莊嚴，你指出不能夠執著呢個莊嚴嘅喎，你執著呢個莊嚴就有 problem 咯喎 ，identify 個 problem 喎。從性體上嚟講，性體係空寂嘅喎，一切莊嚴嘅嘢係因緣所生法，造成一個咁莊嚴嘅道場。呢個道場咧係因緣生就有，因緣散就滅，唔好執著喎。呢盆生果是我放在这里的，为什么你不跟我供出来？我供出来我有好报的好果报的，你现在不跟我供出来浪费我的钱，你不是炒闹还是庄严？你执着了个庄严相了，必须要不要执着个庄严相。从性体上来讲，即非佛土庄严本具，我们的自性即是那个镜里面蒙尘，你的心镜蒙尘，你本來有那些清淨的體在那裡嘛，不過是蒙塵而已。性本無相，莊嚴者其心應於六塵等上一無所住。你布施而不住於布施，忍辱而不執著於忍辱，無相布施，你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其心而無所住，觀一切法空，無有一切法可得，破除一切煩惱，放下一切我見、我愛、我慢、我痴，你仲邊度有執著咗莊嚴啊？前面嘅命題就係以相嚟講嘅，中間呢個即非咧，指嘅性嘅，指嘅體性嘅。菩薩心性本空，仲點會執著莊嚴啊？故不應菩薩唔會話我莊嚴呢個佛土啦。你布施嘅時候冇住，冇執著咗布施，咁你就莊嚴，真真正正莊嚴布施啦。如果你能夠咁做咧，從事上嚟講，莊嚴可聞可見，但你又話你又唔可以話，既然係咁啊，咁我唔使買蘋果去佛堂咯，反正呢個莊嚴都係空嘅，我使乜佈置個佛堂係爛地咪得咯，反正都係空嘅，使乜嘥錢啊？一切都係空咁啊，越簡單越好，你啲爛地就得噶啦，使乜風扇啦、啊，熱啲咪仲好，咁啊結果點嘅樣冇人嚟嘅，冇人嚟點弘揚佛法啊？佛堂必須莊嚴，家居可以簡朴。即是話，如果我是出家人的時候，我自己居住那個可能是茅棚嚟嘅，冇咩特別的享受的，但是我的佛堂就要很莊嚴的，我莊嚴呢個佛土才能夠吸引到眾生嘛。我是 glorify the Buddha， I'm not glorifying me， I'm glorifying the Buddha。你 glorify 個 Buddha 係點解啊？係 glorify Buddha 裏邊 behind 裏邊嘅精神喎、哦。你搞唔搞得清楚呢兩個關係啊？叫做即非是名嘅思考方式，裏邊有好多即非是名嘅辯詞嘅。一話咗俾你聽，嗱呢個相要做噶，但係做咗呢樣嘢唔好執著呢樣嘢啊！你必須要超越呢樣嘢噶。於菩薩摩诃薩應如是生清淨心。所有的學菩薩道的人應該這樣生清淨心，應住色生心。
不应住足香生，不应住色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菩萨生嘅清净心系应该咁嘅，应该唔好执着咗色声香味触法。你唔好执着 matter， 唔好执着 sound， 唔好执着 taste， 唔好执着 touch， 唔好执着任何嘅一切。应该放开嘅心情，应该生呢个清净心。但你话我唔执着，所以我唔生呢个心咯。我布施，我会执着咗色声香味触法。我唔布施咪好咯，我唔布施，唔布施又唔得。你必须要生呢个心，但系生其心而无所住。生咗呢个心，你又唔会执着咗呢个心嘅。我必须要努力，我要尽我各方面去努力做呢样嘢。但系呢样嘢系要随缘嘅，我又唔会执着佢嘅成功。我唔会咁噶，因为点解啊？佢要生清净心而无所住啊嘛。咁咩叫清净心呢？原来智慧觉性本性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就显呢个清净心啦。当你做任何一样嘢，你能够做完之后要离一切相。做啊，必须要做噶噃。你唔可以话，既然要离一切相，我就必干脆唔做。干脆唔做啊，唔得噶噃。你仍然要做啊。我干脆唔做菩萨咯，反正做菩萨做众生，做咗众生而无有一众生生灭道者，咁我就唔做啦。咁你唔做，你边系菩萨啊？你唔系菩萨，你边有发菩提心啊？你唔发菩提心，你点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唔好话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啦。你唔清净你嘅心，你永远都系六道轮转，永远唔可以点啊？走翻第一堂。人系追求啲咩嘢噶？从世俗嚟讲，不愿遭受痛苦。We want to be away from suffering. 祈求安乐。We are looking for happiness. No exception. 你愿唔愿脱离痛苦？你愿唔愿追求安乐？唔好话好快乐啦。你追求安，你愿唔愿？你愿意嘅时候，你必须要收集佛法，根据佛法里边，我哋叫做佛法。如果你有另外一法同佛法一样嘅，你可以唔叫做佛法噶。你叫做 B 法、 A 法、 C 法都得㗎。文字唔緊要，係個義理緊要咋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何必要執著個文字呢？咁離一切相即顯清淨心。咁點離一切相啊？無我人眾生受者相囉。咁點樣去生呢個清淨心啊？從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裏面修一切善裏面，修一切善就生清淨心。修一切善都未生清净心，要离一切相，即系话你修一切善离一切相咧，你自然系离相修善而生清净心。咁所以不应该住色生心，唔好执着咗色而生呢个心啊，唔好执着声香味触法，即系离开呢个六根，唔好执着六尘，唔好攀缘六尘。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否？如果有人嘅身体就好似须弥山 Sumeru Mountain 咁大，咁呢个人个身大唔大啊？呢个身以被譬如嚟讲大唔大啊？须菩提言：甚大世尊。须菩提话：当然大啦，个人嘅身体好似须弥山咁大，仲唔大？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咩叫做佛说非身啊？佛说非身，非身就是清净法身，就不是报身。非身是指性的，报身就是千丈的报身，菩萨才可以看到的。我们看到是佛 的应身，佛的应身是相来的，是相是因缘所生的。非身的意思是法身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才叫大嘛。有形无相嘅个大就系有限嘅啫，是名大身，即系话大身系无形无相嘅，甚至乎咧，如果你讲话报身无形无相，报身我哋众生睇唔到嘅，系大到菩萨先系睇到嘅，再大咧法身咧连菩萨都睇唔到嘅，因为无形无相噶嘛。咁呢度系讲性嗰个身个法身。继续第31页，无为福性分第11。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他沙等恒河，依喻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咁而家释迦牟尼佛咧就俾一个 simile 我哋，即系比喻啊 ，comparison。
佢話好似恆河裏面有沙，如果恆河印度嘅恆河，我當然好多沙啦。嗱，佛經俾好多譬喻嘅噃，解釋一樣嘢必須要用譬喻嚟解釋，唔用譬喻好難，好難俾人哋有個聯想力嘅喎。即係話你話我好多喎，點為之多啊？釋迦牟尼佛時常用印度恆河嘅沙嚟譬喻嘅，你必須要用一個譬喻。That's why we have similes and metaphors, because they are used to describe, to enrich our description. 所以如是沙等恆河，如果個恆印度恆河嘅沙，每一粒沙都係恆河，咁多唔多啊？如果印度恆河嘅沙每一沙都係恆河，咁個恆河多唔多啊？哇，多得不得了啦！咁佢又話啦。衰菩提第二页啦，第三页啦，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当然系多啦，世尊。恒河以恒河嚟比喻，每一粒沙已经多啦。每一粒沙系恒河，在每一个恒河里边嘅沙嚟再发大佢 ，is a geometrical expansion， 大到不得了。佢個用嘅 simile 咧，個譬喻咧係好大嘅喎，即係話恆河已經多啦，恆河嘅沙再化成一條恆河，恆河嘅沙化成咗恆河裏邊嘅沙，多唔多啊？多到都唔數唔盡，數唔盡咁多。咁啊，下邊啦，衰菩提，我今實言告語，我而家話俾你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意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咁如果有人咧，有善男子善女人咧，以咁多恒河沙咁多嘅七宝嚟布施出去，佢得嘅福多唔多啊？得嘅福德多唔多啊？衰菩提言：甚多世尊，当然多啦。佛告衰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疑似福德胜前福德。如果你受持金刚经，你仲金剛經嘅義理為別人説，你所得到嘅福德咧，仲多過呢個人布施恆河沙咁多七寶嘅功德。咁你仲唔去讀誦金剛經？仲唔去受持金剛經？由今日開始，你應該發願啦，每日要讀金剛經一篇。你而家聽緊金剛經，你聽完之後，你翻嚟唔讀誦嘅，你點會記得金剛經嘅義理啊？全部讀曬一個鐘頭，你讀得快咧？二十分鐘，你識背嘅咧十五分鐘。我十一二歲嘅時候我識背，因為我日日讀誦。但係我一唔讀誦咧就唔識背，但係我靈園嘅義裏邊咧，我仍然仲記得。你每日讀誦《金剛經》咧，裏邊嘅義理不斷咁重複喺度咧，你會增加你嘅智慧。咁所以你必須要受持讀誦《金剛經》。咩叫受持讀誦啊？受持讀誦好有哲理喺裏邊嘅喎。一陣間再同大家解釋。好啦，繼續啦。尊重正教訓第十二，復次衰菩提，隨説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佢話：凡是呢本經咧，呢本經咧，唔好話成部經啦，四句偈，一句偈有四行。一切有為法五個字，例如係咁為一個偈啦。四句偈四五中二十個字，你受持《金剛經》唔好話成部啦，二十個字咁多咧。你受持二十個次字，當知此處啊，即係話喺呢度啊，一切天人阿修羅都應供養，都尊重呢句偈嘅意義，如佛塔廟。所以有人拜《金剛經》噶。有人擺本《金剛經》喺自己嘅案頭，日日拜嘅喎，因為本《金剛經》就有佛喺度，有佛嘅義理喺度，佢專係拜《金剛經》嘅。如佛塔廟第三十四，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何況有人日日就是受持讀誦，嗰個功德更加大到不得了啦。衰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如果呢個人日日受持《金剛經》，日日讀誦《金剛經》咧，咁你咁啊，所有嘅護法神都成就呢個人，都會保護呢個人。所以如果有啲朋友話：我成日有靈界跟住我啊，
我又 會上身啊！你仲唔讀仲金剛經？你一讀仲金剛經咧，你超度咗佢，你唔係嚇走佢喎，你係超度咗佢。佢明白呢個義理，佢放下佢嘅執著。本來佢要整蠱你嘅，佢要執住你唔放嘅，因為你害過佢。但係你日日仲金剛經嘅時候咧，佢聽咗樣樣樣都要放下嘅。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佢聽得你多咧，佢完全放下啦，佢就去投胎啦，佢唔做鬼跟住你啦。咁你仲唔去讀種？好啦，如果你時常讀仲金剛經嘅人，你有金剛經護法神伴隨你，你去到邊度都出入平安。咁你仲唔讀仲金剛經？以世間福嚟講，你不外希望平安啫嘛。但你唔好求金剛經，求你做啲唔壞事喎。你求金剛經裏面嘅金剛神同你做壞事咧，你即係同金剛經嘅教義嘅義理背道而馳。金剛神係唔會護法嘅，即刻離開你。所以啊，繼續啦。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點解係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你讀誦金剛經點解係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因為你讀誦金剛經，你受持讀誦咧，你係離一切相修一切善嘅。你離一切相修一切善，你向仲向別人解説。如果你向別人解説裏邊咧，好似我而家向你解説，向你解説之後咧，有一個人佢因為你個解説裏邊咧，佢能夠超越，佢能夠成佛，咁先係算啦嚇。呢個人成佛，一人成佛，無量眾生得道喎。佢將來會度無量眾生嘅喎。話唔好話一人喺現世成佛啦。我依家而家同二百零人喺度講《金剛經》，因為佢聽過呢堂《金剛經》，本來佢修行咧要十劫嘅，佢而家修行咧少咗五劫，得五劫佢就已經成功嘅啦。咁即係話咧，佢快咗五劫去救人啦，快咗五劫成佛啦。快咗五劫成佛，當佢成佛嘅時候，佢度咗幾多眾生啊？度咗千千萬萬無量嘅眾生。快咗五劫，五乘十三即係六千三百萬年，即係六億年。喺六億年裏邊，佢早咗六億年去度眾生，度咗幾多眾生啊？你同我計下，恆河沙數都計唔掂。咁樣去救人，唔係淨係起間醫院喎，唔係淨係起間老人院喎，佢係救人嘅慧命喎，脱離生死苦海喎。你救佢一生嘅生命喺個醫院裏邊，你救佢一生啫。你吸啲氧氣，吸一吸咁吸一吸，佢又活幾日；吸一吸又活第二日；吸一年又活一年。但係你唔係喎，佢永遠唔使吸，永遠唔使吸嗰啲氧氣，佢又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或者佢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咁我仲唔係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凡係經典所在之處，就係有佛噶啦。所以有啲人拜《金剛經》嘅，好啊，下邊啦，如法受持。以是須菩提白佛言，當時咧，須菩提咧就禀白佛就講啦：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運何奉持？世尊呢部經，我哋安個咩名字好咧？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波耶波羅蜜》，以是名字，以當奉持。呢部經咧就叫做《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啦，所以這何佛說波耶波羅蜜，即非波耶波羅蜜，是名波耶波羅蜜，又係即非是名嘅辯詞咯。呢個係《金剛經》嘅思考方式。點解叫佢做波耶波羅蜜啊？咩叫做波耶啊？咩叫波羅蜜啊？要温一温書噶咯。如果係老師要考試嘅咧，佢就會問噶啦。佢就會提出嚟噶啦。What is prajna? Please stand up and explain。咁我咪出嚟啊！波耶波羅蜜係點解？嗱，我而家唔使你 explain 啦，講埋俾你聽。波耶波羅蜜 prajna paramita， 梵文叫做 prajna paramita， 叫做波耶波羅蜜多。prajna supreme and unique， jna consciousness complete understanding topmost understanding。呢個叫做波耶，即係智慧。呢個智慧唔同世間嘅智慧喎。如果你有波耶嘅智慧，就已經包括咗世間智慧噶啦。咁所以
所以我記得我最初聽啊有一位法師在陀倫圖講講佛學的時候咧，佢又好有方法嘅，佢唔講佛學住嘅，佢問一個問題先：三樣嘢裏邊邊樣最重要係邊樣嘢？第一有健康嘅身體，第二有無量嘅財富，第三有智慧。邊樣嘢最重要啊？有啲人舉手，當然係有健康嘅身體啦。冇咗健康嘅身體，又乜都冇啦。有啲人話唔係啊，有錢使得鬼推磨。你有錢啊，你病咗你咪可以最好嘅醫院咯。你有錢，你買最好嘅補品，最好嘅特效藥，咁你咪唔會病咯。所以最重要嘅都係錢。咁啊，第三個啦，唔係係智慧。點解啊？你有智慧，你自然識揾錢。你有智慧咧，你自然識點 keep 好你嘅身體。一個智慧就已經夠啦。你冇智慧就乜都係假嘅。你有智慧啊，你自然唔會糟蹋你嘅身體嘅。你自然知道你要食素啦，你自然知道咧你應該點做啦，你自然知道點做你嘅生意，你自然知道你唔應該不擇手段，你自然知道咧你唔會走歪路。你有智慧啦嘛，智慧唔重要，智慧比任何都重要。所以呢個講堂叫做界定位啊嘛。但係智慧要點開顯噶？唔係話智慧啊幾多錢一斤啊？智慧可唔可以買啊？智慧冇得買賣噶。智慧必須要從持戒開始，你持戒之後咧，你就靜坐，你自然會產生 meditation， 產生定。你從戒同定裏面你就產生慧啦。所以智慧係要自己去 cultivate 嘅，要自己行出嚟嘅。但係有人話俾你聽，有善知識話俾你聽，所以智慧係從聞思修而入嘅。你界定位，你知道你需要呢樣嘢啦。你要持戒有定有慧，但是你怎樣去入門啊？聞思修，你現在是增加緊你的智慧啊！你追求緊你的智慧啊！你今天不來追求智慧，你會做什麼？你想想，你今天不來聽經，你會做什麼啊？喝茶咯，吃飯咯，行街咯，看戲咯，是這樣幾樣東西而已，睡覺咯，還有什麼？你還可以做些什麼？看電視咯，在電話講是非咯，仲有咩啊？煮嘢食咯，就係咁，就係咁啫嘛。你而家嚟呢度係追求智慧，喺呢三小時裏邊咧，你不斷追求智慧。咁釋迦牟尼佛就講啦：呢部經要叫佢做智慧先係得，叫做呢種智慧仲唔係普通嘅智慧，係無上出世間嘅智慧。而呢種智慧咧，仲可以幫助你從迷去到覺。咁啊，覺當然有本覺、有此覺、有究竟覺，大家知道啦。所以 Paramita 咧係到彼岸 ，is a boat that takes you to the other shore, from the shore of confusion and reincarnation and life and death to the shore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shore of nirvana. 所以 Paramita 啊，亦都叫做 Parama。以前有個 hotel 叫 the Parama Hotel。The hotel that would take you to enlightenment. 咁啊，點解做金剛啊？金剛有佢個體最堅，佢個用最理，所以釋迦牟尼佛係用金剛為喻，要點出咧？我哋有個佛性係好堅嘅，好利嘅，係呢個不變之體。跟住咧，呢個不變之體咧，你必須要觀照先係可以觀照出嚟嘅，你必須要修行先係能夠讓嗰個金剛嘅體。呈現到出嚟嘅，咁你修行要點修行啊？你必須要明，即係話要明白佢嘅義理，從文字裏面。所以話波野裏面點樣用金剛呢？其體最堅就係咩啊？實相波野，其用最利就觀照波野，其相最明就係文字波野。你必須要有實相波野、觀照波野同文字波野。實相波野。咪就係佢個奇體最堅個體咯，觀照波野咪奇用最利咯，文字波野奇相最明咯，好有邏輯嘅噃，好有 system 嘅喎，唔係亂講嘅喎，佛經係好有條理，好有因明學，係唔係一味迷信嘅噃，只係你冇去研習啫喎。好啦，咁下邊就講啦。以是名著以當奉持第36頁啦。所以這何須菩提，佛說波耶波羅蜜，即非波耶波羅蜜，是名波耶波羅蜜。
咁啊，釋迦牟尼佛提出啦，呢部經叫做《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啊，咁嗰啲眾生咧就話：哦，原來係咁啊！佢執著咗呢部經，執著咗呢部經為《金剛波耶波羅蜜經》，一定要有波耶。呢、这個波耶咧係永恆不變嘅呢、这個波耶嘅文字，波耶呢個文字咧必須要經過呢個文字。佢執著咗，佢釋迦牟尼佛講一樣嘢，佢就執著咗呢一樣嘢。即刻釋迦牟尼佛咧做咩啊 ？Immediate negation。He just suggested something and immediately negated. 如果佢唔 negate 咧，你又執著咗啦。即刻要 negate， 用咩 negate 啊？佛講波耶波羅蜜啊，唔係波耶波羅蜜啊，你又唔好執著咗啦。所以叫做波耶波羅蜜。佛說波耶波羅蜜，就名相上講佛法係有關宇宙人生嘅真理嘅，呢個證明題 ，the thesis 是釋迦牟尼佛所講嘅，有歷史根據嘅。波耶能夠令眾生離苦得樂，向菩提永斷生死快樂。That's the title， 所以叫做波耶啦。但你唔好執著咗佢喎，即非就反命題啦。波耶性空係佛陀所證之法。如果佛陀話無有一法可得，一切法都係空嘅，咁波耶都係空嘅，波耶都係法嚟噶嘛。如果你話一切法都係無常嘅，都係短暫嘅，你所講嘅嘢都應該係無常短暫嘅。If everything is force in this world,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is also force. It's also not attachable, not worth of attachment. 咁所以話咧，波耶性空佛陀所證嘅法咧，並非表示有外在嘅真理名曰佛法，可以執取為實有。若以佛法為對象來執取咧，就將佛法視為獨立不變嘅自性。佛法唔係佛所擁有嘅喎，如果你認為佛所擁有呢、這個，哦佛先係擁有佛法嘅，唔係嘅喎，呢、這個真理唔係佛一個人擁有嘅，係呢個真理嘅存在就係佢存在，唔係佛所擁有嘅。不過佛介紹出嚟啫嘛，叫做佛法啫嘛，你可以叫佢第二種嘢噶，第二個名詞噶，名詞唔緊要啊，名詞係表達個義理嘅啫嘛，你叫佢做咩法啊？我哋從釋迦牟尼佛開始以來咧，亦叫做佛法。可能將來彌勒菩薩龍花樹下再介紹佛法嚟嘅時候，就唔係叫佛法噶咯，或叫做龍花法都得噶。但係佢嘅義理係一樣噶嘛，無有一定法，如來可說啊嘛。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非法非非法啊嘛。你執著有佛法，你就唔係空啦。咁所以佛說波耶波羅蜜，即刻話俾你聽 ，by immediate negation， don't attach even to Buddhism。是名佛法，如果你咁樣樣，但你又唔可以離開佛法嘅喎、哦，我唔執著佛法咯，所以我唔學佛法咯，又唔得喎，咁你就叫咩咧？滅相滅色滅色明空，你走咗落去斷滅啦，你又唔能夠滅相嘅喎。相係存在嘅喎，即係嗰個國旗，我要掀起我愛國嘅精神。嗰個國旗係相嚟嘅啫嘛，但我唔要愛國旗，我唔唱國歌，我點樣表現到愛？我點樣掀起眾人嘅愛國嘅熱嘅情緒啊？係掀唔係好難掀起嘅喎。你又唔可以滅咗個國旗嘅喎，你又唔可以滅咗個國歌嘅喎，相。性係由相顯嘅喎，你無相不能顯性喎。呢眼燈係相嚟嘅，佢嘅電能係性嚟嘅。你滅咗佢嘅相，你顯唔到個電能出嚟嘅喎。佢惡暗，你點可以顯到電能嘅光明啊？但係你又唔可以執著嗰個燈泡喎。個燈泡係外相嚟嘅嘛，佢本來係個電性嚟啫嘛。個燈泡係不斷變換嘅嘛。今日就變個紅嘅燈泡，聽日又黃嘅，又黑嘅，又圓嘅，又扁嘅。但係佢有一樣嘢唔變㗎，有一樣嘢個電嘅性能係永遠存在㗎。我哋嘅身體不斷變啫嘛，個相變嘅性冇變㗎嘛，個本體冇變㗎嘛。好啦，繼續啦，下邊啦，第36頁。佛說波耶波羅蜜，即非波耶波羅蜜，是名波耶波羅蜜。須菩提，於意雲何？如來有所說法否？如來有冇講到佛法啦？如來有所說法否？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如果唔明白佛理嘅咧，都唔知講乜。
一個又佛又話有冇講到佛法啦、啊？講完一大堆佛法，有冇講到佛法啦、啊？娑婆提話原來冇講到佛法，咁都得嘅咩？一時又話講，一時話冇講，點解啊？娑婆提於是問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否？點解如來無所說先？點解如來講一切佛法？如來有所說佛否？咁啊，如來無所說，咁點解如來講咗佛法又話無所說啊？如來有所說佛否？答：如來無所說。咁人哋問你啦，譬如有一位居士，阿陳居士，你讀《金剛經》讀咗咁耐啦，我有啲唔明喎，點解如來有冇説法咧？如來説法成部《金剛經》説得出嚟，又話冇説到，咁究竟有冇説到啊？我唔知啊，我每日仲《金剛經》，我唔知啊。咁啊，如來所説法唔好執著啊，皆不可取，不可説，非法非非法。點解不可？如來所説法點解不可取啊？取係有實質嘅嘢啊嘛。如來所說法是離念的嘛，離開一切妄念的嘛，無有一法可得，只有虛空。虛空容納萬法，但是虛空本身是不是有，是不是有，沒有實質的嘛，虛空本身是離心意識的嘛，你取什麼東西？無念的嘛，禪以無念為宗。不可說，為什麼不可說啊？真真正正的佛性的諸法實相呢，是用文字去言傳出來，但是離開文字的，它的意義是超越文字之上的，是超越你的妄心。你用妄心去想的時候，用 妄心去想的時候，那個不是佛法來的，是離開言説上。 It's beyond language, beyond comprehension, beyond your false mind。 那怎麼可以說呢？你說出來的 is from your mind，你的 mind 當時是一個 wandering thought， 是一個妄想妄心來的，那必須要離開這個文字言語才有得說的嘛。但是離開文字就當然不可說，說不出。非法是為什麼？非法即是什麼呢？你不要執著它有一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但你必須要一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你又不可以執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你又執著就是執法，錯了。那你說既然是這樣，我不要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又是錯了，因為你又沒有了個法。你應該懂啦，不要說不懂的。繼續，須菩提，於是問何？如來有所說法否？須菩提白佛言：如來世尊，如來無所說。第36頁，須菩提，於是問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否？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多不多啊？當然多啦。 Protons and electrons, atoms, 微塵。微塵的意思就是 atom， 就是原子電子，微那些很細粒的 particles、啊、多不多啊？當然多啦。須菩提，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為何又即非是名啊？微塵是相嚟噶，我哋眼睇唔到啫，用顯微鏡誒睇到噶嘛，係相狀嚟噶嘛。點解又即非微塵啊？因為微塵係因緣所生法，緣合則有，緣滅則無。以前原子就認為係最細噶啦，後來再發覺 atom is not the smallest protons electrons， 即係我繼續可以分佢出嚟嘅。你認為原子就係原子啦咩？它有它的自性嗎？它不可以分。 It cannot be separated. You thought an atom cannot be separated. But later they find out that yes, an atom can be separated into electrons and protons. Maybe in the future even electron can be separated. 現在慢慢科學家發明，原來最原子可以分電子，可以分微子，那可能將來微子又可以分不知道什麼子。那即是說呢，所有這些都不是自主獨立自存的，是很多因緣和合而生出來的嘛。它雖然叫做微塵是相，但這些微塵是因緣生而有，因緣分散而滅，無其自性，是無常的。為什麼無常的？為什麼微塵是無常的？不要說是微塵，我在空中的塵，我眼見到它都是無常。因為為什麼？它不斷轉換它的 location 的，它的微塵不是在不變地停留在那裡，它不斷地
咁轉動嘅。而我哋所有嘅 energy 裏面嘅 radiation 都不斷變動，冇有一件事係唔變動嘅，冇一樣嘢係唔變動。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 in a constant stage of change, it's a fleeting state。永遠都係變動嘅，冇一樣嘢唔變動噶嘛。所以係電子原子，呢係唔係無其本性嘅？原合則生，原散則滅。咁所謂微塵咧，呢啲相咧，即非微塵，佢嘅性咧係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係無常嘅，係短暫嘅，係空嘅，所以佢叫做空嘅。嗱，咁啊叫做微塵。你要咁明白微塵先係微塵喎。原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所以世界係咩組成㗎？係所有嘅微塵組成嘅。所以世界係因緣和合而生嘅，離開因緣冇其世界。離開種種條件根本無世界，離開種種條件根本無你這個身體，所以是因緣和合生，因緣分散而滅，這個是空義。那空義已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一切法不成，就是因為空才有一切法。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萬法？就是因為空才有萬法，沒有空就沒有萬法的了。大家知不知道義理？龍樹菩薩說的嘛，在中論裡面說，已有空而故， because there's emptiness, there's everything. If there's no emptiness, there's no everything. 沒有虛空，那哪有萬物啊？即是這樣說，給個 simile。 繼續了，於以雲何，第36頁，可以32相見如來否？佛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見如來。嗱，而家講到呢度啦，不可以32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好啦，釋迦牟尼佛又走翻去32相咯。我哋見佛嘅自性，可唔可以憑佛嘅外表睇到自性啊？就好似阿難尊者執著咗佛嘅莊嚴去出家嘅，佢睇唔到出嗰個自性。如來的32相都是福慧雙修而組成的32相，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就滅的了。所以即非你不可以執著它為永遠存在之相，不過是慈悲與智慧具足而產生，因因緣所生法，無其自性可尋，你必須要超越32相，無有一法可得，不可以執著它為有，它有是暫有，是妙有。所以說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如來說32相，即是非常是名32相。繼續啦，37頁。須菩提，若是男子善女人，要行何沙等生命布施？若佛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如果你受持四句偈等，更為別人而說呢，其福甚多，就是福德非常之多啦。繼續離相直滅分第14啦。咁離相直滅分第14，以是須菩提，聞說是經，心解意趣，體類悲泣而白佛言：稀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咁當時須菩提咧，聽聞咗呢部經之後咧，瞭解佢嘅裏邊嘅義理咧，體裏悲泣，佢好感動喎。佢點解感動啊？因為佢感動到將來一切眾生，因為《金剛經》，因為裏邊嘅義理，佢破一切執着，離一切相，修一切善，佢會成佛，佢會脱離痛苦，佢悲心顯現。能夠使到眾生脫離一切痛苦，即係好似觀音菩薩以大慈大悲，以大慈大悲嘅心，知道眾生有得救啦，眾生可以因為收集《金剛經》，離一切相，修一切善，而得脱阿耨多，而得脱地獄之苦，得脱三惡道之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佢感覺到好感動，咁佢就睇你悲泣，就白佛言啦：稀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真係難得啦。佛能夠講咁高深嘅義理，我從昔來所得慧眼，阿羅漢係有慧眼嘅，佢有好有智慧嘅，得來作得慧眼，
都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將來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他就會生到個實相啦，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呢、這個人呢就成就第一稀有嘅，從來冇嘅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名實相。講咗第一稀有功德，又驚住有人執著咗呢個第一稀有功德咯，又執著呢個實相咯，即刻有 immediate negation。嗱，你又唔好執著實相啦。我講話你有功德有福德，你又執著咗福德啦。即係話一話咗俾你聽，即刻就破。一講一破，一正題一破題，一命題一反題，題題都破你嘅執，即刻就話俾你聽。嗱，你又唔好執著啦。我話布施有功德啦，係真係有功德嘅喎。你又唔好執著功德啦。一執著功德，你就生其功德之心，就唔係清淨心啦。事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明實相，又係即非是名咯。又是一個《金剛經》的思考方法了，即非就是命題了，證明題了。所謂實相，諸法實相是一件事物真實的平等的常住不變的本性，事實相亦叫做一如法性、涅槃、佛性、常住真心、如來藏、完成實性、如如不同的名字，是講這個實相的這個第一二諦。實相真真正正是怎樣的呢？佛所證的這個實相真真正是怎樣的呢？只可以從文字去意會，我們體驗不到。因為怎樣？我都未成佛，怎樣體驗得到？即是說你從來沒有去過北京的， 我從文字告訴你，北京是這樣這樣這樣的。你只是從文字了解北京，你沒有直接體驗北京，你必須親真去過北京，你才知道那個才是真真正正的體驗。你未成佛的，釋迦牟尼佛告訴你，成佛是脫離一切痛苦，得到永恆的快樂，能夠能夠講道一切眾生，救助無量眾生離苦得樂，咁得個講字啫。但真真正正那個佛成佛是怎樣的呢？諸法實相，為佛與佛方能究竟諸法實相，是到你佛與佛成佛才可以知道諸法實相。我們唯有從文字了解諸法實相，那已經夠了。從文字了解，從文字起觀照，然之後達到諸法實相。那你又不要執著文字，又不要執著真的有這個實相。這個實相叫做實相，是領導我們去了解這個實相。實相現在所講出來的文字實相，就不是真真正的佛相。不要執著這個相為實有，因為你一執著又不是實相了。你不執著的時候就實相，你一執著就不是實相。以前有一位禪師，他就跟一班徒弟說了，我們有一件事，這件事是怎樣呢？在性不增，在繁不減，湛然寂靜，本來清淨，自性涅槃，本來具足。這件事是什麼？那徒弟舉手，有一個舉手，這個是佛性。一下一個香板就打下去，為什麼？明明是沒有，你還說這個佛性，你還執著佛性，沒有言說可談，本來是空的，空的你還說出來有佛性，你不要再執著佛性，說出來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所謂事實相者，即是非相，是名實相。是故如來說明實相。繼續了，第三十八頁、三十九頁了。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稀有。如果有人後五百歲將來呢，有眾生能夠受持這部經，能夠信解呢，這個人很稀有，很特別。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這個人會學習乃至成就了，離一切相，修一切善。所以這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我相即是非相，即是說呢，這個我相你必須要非了它，要空卻了它。人相、眾生相、受者相亦都要空卻了它。何以故？
離一切諸相，執名諸佛。當要離開一切相嘅時候，就係、是、佛嘅境界啦。你講都冇用，離一切相就係、是、佛嘅境界。境界修一切善，善係咩啊？六道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你修一切，你修呢個六道波野咧，就係、是、離一修一切善。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經不報不畏，當知是人甚為稀有。如果將來有人聽聞咗呢部經，佢唔會驚，唔會報，唔會畏嘅咧，呢、這個人甚為稀有喎。佢點受持？受持呢部經又不經不報不畏，點解又甚為稀有啊？咩叫受持啊？我講過啦，重複下，受持即係領納佢嘅意思，真正領會佢嘅意思而得到受用，即係話你能夠離一切相，修一切善，即係叫受持。持咩咧？一刻不放鬆，努力不懈嘅學習，離一切相，修一切善，你能夠咁先係叫受持。你能夠咁受持咧，受持就修慧，為他人説就修福。你能夠受持，你就修到智慧噶啦。你仲為別人解説，你就修福。你修慧修福，就福慧雙修。大家成日講法師乜嘢叫做福慧雙修啊？你記住呢樣嘢啦。受持讀誦《金剛經》，真係領納佢嘅意思，一刻不放鬆咁離一切相，修一切善。離一切相唔係乜嘢嘢都唔做，乜嘢嘢都要積極做，係隨正途做。做完之後放下，唔執著一切相，即係話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十滅道者，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你能夠受持，咁就係修慧啦。你為他人説就係、是、修福。為他人説包括咗咩咧？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咁點解能夠受持讀誦呢個經，不經不報不畏咧？咩叫做經？不經不報不畏咧？咩叫驚啊？有啲人聽到呢部經驚嘅。據此經非正道，罩聞波野係第一空義，誤解空係虛空，不敢修學。不經不經者，你唔驚咧，即係你信啦，信解受持啊嘛。佢聽到啲咩都係空嘅，做咩都有啲人聽到個空義好驚嘅喎。驚者聽到空義而驚，你不經咧就即係有信心啦。報咧，報者不能斷疑，你有懷疑。一切著有凡夫聞說，一切相皆虛妄，法亦不可取，連非法亦不應取。一必至經報，怕談波野，不報者解也。不經者信也，不報者解也。不畏咧，畏者由於經報唔敢修學，不畏者受持也。即係話，如果你驚嘅咧，你就不敢修學；你報嘅咧，你亦都不敢修學；你畏嘅咧，你又不敢修學；你不經，你就會信；你不報，你就會解。咁即係信解啦。不畏，你就會受持。即係話你不經、不報、不畏咧，你就會信解受持。信解受持，讀誦為他人説啊嘛。繼續四十頁，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經不報不畏，當知是人甚為稀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金剛經裏面咁多即非是名嘅，呢個係金剛經嘅思考方式。咩叫做第一波羅蜜呢？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係波野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呢五樣嘢咧，必須波野去領導佢，必須有智慧去領導。領導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如果布施冇智慧去領導咧，就布施錯誤啦，冇智慧嘅布施；持戒冇智慧去領導咧，就變得邪戒啦；禅定冇智慧領導咧，就變得邪禅啦；忍辱冇智慧領導咧，變得邪忍啦。咁所以必須有智慧嘅。咁呢度咧就係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就重複如來講波野波羅蜜咧。呢個第一波羅蜜咧，即非波野波羅蜜，是名波野波羅蜜。你又唔好執著咗波野波羅蜜喎。所以裏邊講經咧，一講出嚟咧，就即刻要negate咗佢啦。波野三空呢啲係
我以前講《金剛經》嘅時候留落嚟嘅筆記，不過嘢裏面講嘅三空係人空、法空、空空，空咗我執，即係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就叫做人空啦，或者我空啦，無法相啊，即係法空啦，空埋空，即係無非法相，就叫做空空啦。人法俱空，不著二邊，不斷二邊，相照相遮，咁就波野三空。所以有人空、法空、空空，連空都要空埋。呢叫四句啦。咩叫四句啊？四句係一種辨證思考嘅程序。我哋一切事一係就有，一係就空。有凡夫係執著有嘅噃，空小聖嘅聖人呢，賢者呢，佢從假入空，知道一切都係因緣所生法，唔會執著嘅。佢知道係無常嘅。小聖佢觀空，從假入空，佢就了解到真空嘅義理，修體真子，了解真空嘅義理，一切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所以佢唔會執著一切，就佢了解空嘅義啦，咁咪叫空啦。亦有亦空，咩叫亦有亦空呢？菩薩從假入空之後咧，佢又唔會執著咗空嘅喎，佢必須嚟講道眾生嘅喎。雖然人萬法係空，但係萬法可以用萬法喺適當嘅條件因緣之下咧，用萬法去度一切眾生。雖空，而菩薩用呢個空，以種種嘅因緣有嘅因緣而度眾生，所以菩薩係亦有亦空嘅。唔會完全係空曬咯，咩都冇咯，又當然唔會執有啦，亦都唔會空曬嘅。但係菩薩度眾生嘅時候咧，有分別嘅，內心無分別嘅。菩薩度眾生做咁多事業去度眾生，喺呢個世間上點會冇分別㗎？冇分別係咪一個木頭一樣？必須有善嘅，有惡嘅，有好嘅，有醜嘅，都有分別㗎。但係菩薩內心無分別，為度眾生而有分別，內心無分別。所以亦有亦空，非有非空呢，就菩薩再證入中道，即是非有非空，即是什麼呢？他又不執著有，又不執著空，又不離開空，又不即空，這樣叫離四相絕百非，這個義理是要慢慢去思維的。繼續下面，原來說第一波羅蜜就不是第一波羅蜜了，你不要執著這個波嘢了。隱欲波羅蜜，原來是非隱欲波羅蜜，是名隱欲波羅蜜，又講隱欲啦。除咗波耶波羅蜜，又講隱欲波羅蜜，又唔好執著隱欲波羅蜜咯。呢個第四十一頁，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接身體，我於已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之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應生嗔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隱欲仙人。於以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呢度有裏面有一個典故嘅噃，講喺好耐以前就有一個國王，呢個國王咧個性情係好殘酷嘅，所以佢叫做歌利王。歌利係梵文嚟嘅 ，Kali，K-A-L-I，Kali，Kali 即係好。好惡嘅，好殘暴嘅。Kali Raja，Raja 係王啦。Raja，it pronounces Raja。Raja 點解王？所以有啲印度嘅，你去到印度嘅地方，佢叫 Raja Theatre， 即係王家戲院。Raja 就係王啦，佢叫做 Kali Raja， 即係話哥利王。呢、這個哥利王咧好殘酷嘅。咁啊有一日咧，佢就去到森林裏邊同啲後宮啲宮女去森林玩啦，嗰啲後宮嘅美女啊，咩妃嬪啊，咁去玩啦，有成百人嘅喎，去玩去森林裏邊遊玩啦。咁啊遊玩到喺中午嘅時候咧，這個歌利王覺得好疲倦啦，咁佢就瞓喺張椅度瞓著咗。咁嗰啲宮女咧見到呢個皇帝瞓著咗咧，咁可以自由活動啦。咁啊周到去遊山玩水，去旁邊行啦。咁一路行下行到一個山洞裏面，咁啊入去一睇，哦，裏面有一個年青人喺度打坐。呢、這個年青人修行呢個樣貌好好嘅，就係、是、大概三十零歲咁，年青人喺度好端襟危坐喺度靜坐。
咁正在呢啲宮女咧見到呢個年青人喺度咧，就想同佢傾談啦。咁原來呢個年青人咧，就係有一個修行到有翻咁程度嘅一個菩薩嚟嘅。咁呢位年青嘅修行者咧，見到呢啲宮女嚟到，問佢問題，問啲咩咧？因為呢啲宮女喺宮廷嘅生活咧係好悶嘅。時常困在宮廷裏面就不准出外面的，所以裏面有很多重行的事啊、妒忌的事啊、鬥爭的事啊，所以很煩惱的。宮廷裏面很煩惱的，越富有，越是生活 越奢侈，越多物質呢就越產生很多煩惱。因此這些宮女裏面呢很煩惱的，個心很不舒服，就希望這個年輕的修行者呢開解他們，就問很多人生的事情。那這個修行者呢見到這些宮女就想發慈悲心，就同佢解釋，用哲理解釋俾佢呢啲宮女聽係咩事情，安撫佢哋嘅心。啊，我哋人應該點樣去除煩惱嘅？煩惱點解會有呢？人生從何來？死往何去呢？所以你哋必須要修行啦。修行裏邊咧要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廣佛法。咁啊，講到時間差唔多過咗兩小時咯，這個哥利王就醒咗咯，醒咗就揾啲宮女啦。一去到呢個地方，見到呢班宮女就喺呢個年青人嘅座上面之下圍繞住喺度咁好似好有啲好做親暱嘅情況，於是大發大動肝火啦！你係咩人？點解你同我哋宮女一齊？即係佢妒忌心起啊！呢個年青人點解同我啲宮女係咪產生一種不尋常嘅關係？咁呢個年青人冇呢啲宮女咧，係想求佛法，所以我解釋佛法俾佢聽。你講佛法，你係咪證咗阿羅漢？你係咪修行人？你有冇證果？我冇證果。你有冇證初果？冇。須陀洹冇。有冇證二果？斯陀含冇。三果又冇。你冇證果，你真係未離欲啦。你未離人間嘅欲，你同我啲宮女喺度傾咩啊？你有親暱嘅行為，一定有你嘅心唔正直。佢我冇，我完全冇呢啲意念嘅，我係修忍辱嘅，所以我冇呢啲意念，我亦都唔會講妄語，我係修忍辱嘅行嘅。忍辱，你真係修忍辱，我割咗你哋嘅耳仔出嚟，割咗兩個耳仔出嚟，睇你忍唔忍到。咁啊，龍華都啊，割咗兩個耳仔出嚟，割咗耳仔出嚟，呢個年青人又不動於衷喎，嗱，啤啤聲流曬血，咁佢又不動喎。咦，你梗係修邪道嘅。割咗只耳仔，你都可以不懂，你都唔割得痛，割埋个鼻出嚟，割埋只两只手，割埋只脚，得中间。但呢个年青人就不动喎。年青人呢个修行者心完全一啲嗔恨心都冇，因为佢修忍辱噶嘛。但系护法神唔得啊，旁边有啲护法神大动肝火，忽然间飞沙走石，天色昏暗。呢、这個國王見到哇，忽然間飛沙走石，啲石頭亂咁整到自己都受傷，驚咗上嚟就求呢、这個。哎呀，呢、这個係啲聖人，對唔住對唔住，我割咗你手割咗你腳，原來你真係聖者嚟嘅。啊，對唔住啊，請你原諒我啊咁。誒，咁當時又停咗咯喎。咁呢個聖者又同佢講啦：我冇起嗔恨心，呢啲飛沙走石唔係我起嘅，係啲護法神不滿你殘暴嘅行為。但是你放心，我不會有報復的。將來如果我能夠成佛呢，我第一個要度你，我完全沒有親恨心，我還要一定要度你，請你放心，我不會找你算帳，找你報仇的。那這個呢，這個忍辱的先人呢，這個忍辱修行者呢的前生呢就是忍辱修行者，後來就是釋迦牟尼佛了，後來他就成佛，經過很多劫以後呢他就成佛，就叫做釋迦牟尼佛。咁呢個哥利王係邊個呢？釋迦牟尼佛成咗佛之後啦，去鹿野苑轉法輪，就同五位比丘說法。其中有比丘咧叫做嬌塵羽，就係呢個哥利王。轉世又做咗出家人，就係個哥利王啦。咁所以呢度講咧，當時割接身體咧，佢完全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如果有，佢有親恨啦。嗱，佢割咗佢身體出嚟，仲有一件事喎。咁呢個哥利王曾經有問過佢噶，呢個故事未完嘅。你點可以證明到你冇親恨啊？
你個心或者仲有親恨咧，你受你忍受痛苦，你都係外道嚟嘅啫嘛。你冇咗肉體嘅痛苦都得㗎，我點知道你真嘅心冇親恨心啊？或者你修到外道咧，你可以忍受痛苦，有啲人係咁嘅喎，外道。咁呢個修行者點咧？佢話：如果我真心顯現，我唔係一種外道嘅忍辱，而係一種冇完全冇親恨心嘅忍辱咧，我現時應該長翻身體出嚟嘅，長翻鼻，長翻耳出嚟嘅。一講完呢句説話，鼻啊、耳啊、手冚棒長翻曬出嚟，因為點解咧？從呢個真裏邊，所以我話諸法不可思議，實相不可思議。從呢個真裏邊咧，佢要成就一切法嘅。你諗咩嘢，佢就成功咩嘢噶啦。如果你從真正嘅真心實相裏邊、佛性裏邊流露出嚟嘅咧，成就一切法，即係話咧有求必應。所以你誦經嘅時候，你誦到成就諸法實相咧，你求咩嘢得咩嘅。咁佢一諗呢樣嘢，如果我真真正正係從真心實相忍辱裏邊去修法嘅咧，我應該即時就滿願身手全部掌翻曬出嚟，即係好似觀音菩薩受咗千光王證住如來示與大悲咒嘅時候，點樣證明我呢個慈悲心真係湧現呢？如果我哋個呢個觀音菩薩裏邊嘅大慈大悲嘅精神喺得出一傳授大悲咒嘅時候咧，真真正正內心係完全係清淨嘅咧，我應該千手千眼湧現出嚟，講到一切眾生，嘣一聲就有千手千眼啦，因為必會應願噶嘛，個願必定會應佢願出嚟噶嘛。喺真心裏邊冇一樣嘢係唔成功噶嘛，喺真心裏邊冇一樣嘢係求唔到噶嘛，就係咁啦。繼續第四十二頁，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心無住，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即係菩薩咧，應該發慈悲心，發離相心，修一切善心咧，而唔執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離開色聲香味觸法嘅。點解啊？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咩嘢叫做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啊？如果心有住，就唔係如所教住啦。如果心有所執着，就唔係釋迦牟尼佛所教噶啦。若心有住，即為非住，就唔係好似釋迦牟尼佛所教嘅離一切相，修一切善啦。若心有住，就唔係非，即是非所應住，唔應該住，唔應該執着嘅。所以心無執着，所以就心非住咯，即為非住。如果心有住，就唔係清淨心啦。心無住即係清淨心啊嘛，若心有住，即唔係釋迦牟尼佛所講嘅清淨心，係心無住先係釋迦牟尼佛所講嘅清淨心。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狂語者、不喻語者。